好，弟弟，那个先放着，先放着。好，你今天要开箱什么呢？炒饼干不干？它上面写着咸酥饼，咸酥饼哦。咸酥饼。对，这个是爸爸小时候常常吃的饼干哦，华远的。OK，那我打开还是你打开？好，我打开。打开了。好，它里面的话装了很多，满满的一包。你吃一个看看。谢谢。你可以先闻味道啊，这很香哦，香香的。嗯，好吃。到现在，爸爸还是觉得很好吃。你看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它是马铃薯做的，姐姐，而且添加美味蔬菜。粉精制而成的休闲点心，哇，真的好好吃。嗯，好吃好吃好吃。我也觉得诈骗。就像以前小时候的照片啊。哇，这个吃不完，我们再把它包起来。那也可以玩了吧？可以玩你的那个玩具了。这个是翻花的样子，我不知道这个要叫什么。那这个是大陆那边的传统玩具。好，先吃到这边好，不要再吃。哇哈，我不小心把它吃完。